过年不要再去肯德麦排队吃烤翅了，教你在家复刻他们的味道，而且干净又卫生。像这样的鸡全翅，一分为二切成这个样子，放碗中，加奥尔良腌料，少许蚝油和水，抓匀冷藏一个晚上，放空气炸锅或者烤箱，没有空气炸锅和烤箱的来我家吃，180度烤20分钟，中途翻一次面，出锅啦，满屋飘香，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